大出席了在近日举办的 HMA 颁奖典礼，并带来了表演舞台。没想到现场的颁奖典礼居然出现严重的秩序混乱，不只是 Zero Base One 的粉丝疑似大喊要求金地雄退团，还因人群推挤让 Karina 都相当担心呢。之后 Karina 以及红中更是让工作人员提供水给粉丝，女孩们甚至还一起站起来帮忙维持秩序，根本就是天使偶像。